二是结束，这是表彰，这是节日爆发的发热运动奥数。二年之后，你有时亚鲁萨朗几多他那可那些可真的是三主亚爆发，都二是亚鲁萨朗二是说你根本你出世才是加南区，你父亲是阿摩利人，你母亲是黑人，是轮到你出世的健康。 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叹气待，也没有用水洗你，是你结肠，是毫无要杀人，才那先后也没有用不过你。嗯，水天人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天这样的事，人是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人才天在，是人你被人不留我从你旁边经过，叫你分财食种，就对你说。 你随差石中，人可存发；你随差石中，人可存发。七，我是你善状何相田间所种的，你就浅浅状态，以及其准备良念善行，头发种长。你可现然察善如体，八，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精通爱情，是用意念搭在你身上，扎在你的肢体。 要想你去世，而你结命，你就贵意哦。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求那时我用水洗清，你洗清你身上的血，要用油抹你洗。我也是你身穿小花衣服，脚穿海胶皮鞋，并用细麻布给你束腰，用丝绸为衣披在你身上，贴接。 要用装饰打扮你，装竹子戴在你身上，将金戴在你脚上，十二我将盘子戴在你鼻子上，将耳环戴在你耳朵上，将发冠戴在你头上。十三这样你就要金圆的装饰穿的是丝麻衣和丝绸偏小花衣，切的是细面。 红面偏摇，你也极其美貌，发展到望好的尊容，摄氏你美貌的面上传太热血中热棒中，你是本美貌，系自我家产你身上的为用，这系也无法说的。十五节是，你创造自己的面貌，要以你的面上超行下贱，你重情言论。 是高楼的任意而行，十六，你用衣服维持其在过处，结财在其上行下人，这样的事将来必没有也必不再行了。十七，你要将我所给你的法面的经验，保持维持其基础人生与他行人。十八，你要用修法衣服给他披上。 并将我的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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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么？你你你行这一切靠前破严论的事，凭为罪孽你有人查清路体，分拆实种的日子。你三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要火了，要火了。你是因为自己拣错人当化了，在各界方作了个台。你五你在一切思求上拣错个台，是你的面貌变为可憎的。要以一切高路的多行言论，你了，你也破那，你连帮帮众前有的埃及人行言，加憎你的言论，让我发怒。你切，然后我先要攻击你，感受你英勇的良心，要将你交给恨你的腓力斯众五，是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言行，被你羞耻，你把你言贪色无沾。有人阿叔人行人，而他们行人之后，人不满意，你叫偏且到行人论，切到那猫日之天，就喺加勒地
你人不满意，他们说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是都不知羞耻，主只五所行的，可见你的心在何地的懦弱。三日人你这一切是求上建造人当化了，在各界行作了个台，你却藐视上耻，不想记恩。三日爱你这行人的耻啊，年轻接爱人不接仓库，三三犯记恩的敌人真凶，你犯到真凶，你所爱的人贿赂他们，从死不来与你行人。三四你行人与别的风相反，人未不是人从你行人，你既真凶人，人不真凶你，所以你与别的风相反。三十五你这知记恩啊，有唐亚佛法法。三六就亚佛法二次说，以你的墓碑前石料，你以你所爱的行人露出下体，要以你拜一切靠前的偶像，留意五的石先给他。三七我只有将你一切相奉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取拾来，从四面攻击你，要将你的下体露出是他们看清了。三八我也有审判你，好像干将审判人夫婆流人石的风一样，我人愤怒之恨是流石的吹举到你身上。三九我要有将你交差他们受众，他们必拆毁你的人当化了，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脱去你的华美布衣，留下你拆身露体。施舍他们也必带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昔日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面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真凶之人。是你这样，我就知识向你发的愤怒，我的愤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心不再懦怒。十三，因你不追念你有人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却不再贪人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四，凡说属你的必用属你攻击你，你说母亲怎样儿女也怎样。四五，你尽是你母亲的儿女，任其仓库服侍你，你尽是你姊妹的姊妹，任其仓库服侍你。你母亲的血缘，你父亲的阿摩利人，四十六，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他和他的众出差你周边，你的妹妹是所多玛，他和他的众出差你右边。四七，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靠近的事去做。你以为那消失，你一切所行的都比他们更快。四八，主耶和华说，我自从我的永生起始，你妹妹所多玛与他的众尚未行你和你众所行的事，是叫看那你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他和他的众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太上安逸，并没有扶持困苦和贫乏的人。三十，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五十一，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般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是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都被显为你。五十二，你既当天你姊妹为你，就有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你，你既是你的姊妹显为你，你就要抛开担当自己的羞辱。五三，我必叫他们披露的鬼皮，就会叫所多玛和他的众撒玛利亚和他的众比你们中间披露的都要鬼皮。五十四，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
平时你一切所行的是他们的安慰，你就抛开。55你的妹妹坐到马婆他中的中午必归皮人慰，圣玛利亚婆他的中午和你的中午也必归皮人慰。56-57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像路易斯你的口臭不停，你妹妹坐到马那受了凌辱的阿兰中午和阿兰西贝菲利斯的中午都很不你妙思你58耶和华说你贪言和靠近的事，你已经担当了。59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贫困诗人背弃名誉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60然而我要尊严你要人是以你所立的约，也要以你立天尊约。61你接胎，你接接婆，你妹妹的时候，你要罪任你所行的，此国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施给你为义恩，却不是安坐前肉。62我要见天而你立的肉，你就指托我在耶和华。63后是你猜我三年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罪任，此国贫包愧。要见你的笑辱，就不再开口。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受。